别说抱歉，不用抱歉，像秋风拂过飘零的叶，坠落的心窒息。既然彼此相爱，为什么要各自待在家里愁云惨淡的浪费生命呢？莫先生，我觉得你是有机会的。有所察觉，无力熄灭，爱让人自愿扮演可笑的傻瓜，我已习惯有你的陪伴，无论如何没勇气了断。坐下，趁热吃。有所察觉，无力熄灭，爱让人自愿扮演可笑的傻瓜，我已习小赵哥，我跟姐姐回老家了，你今天打算在哪儿过年啊？陪穆先生吗？太傅啊，今天除夕我回家了啊，有什么事你给我打电话。你要是真放不下他，你就去找他，把自己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，他又看不见，有什么用啊？还给我！我真想不通了，我为什么要伺候你这么不近人情的大爷？明明外面那么多公司高薪聘请我过去当经纪人的，我看你这么糟蹋自己，我真的是恨铁不成钢啊！我这不是贱吗？
你自己知道就好。两件事儿，第一，今天是除夕，伯父伯母已经为你操了不少心了，你在家好好陪他们过个年，别再找麻烦。第二，2月14号是情人节，女人们都喜欢，如果你还要想挽回公主，记得提前准备好礼物，别错失机会了。 是不是想冲起人生啊？没有，我就是随便翻翻看看。再说了，有你这么多美女老婆在家，借我一百个胆我也不敢呐。贴上面，贴上面。对对，倒过来，倒过来，扶要倒嘛。对对，好，往上，往上，好，搓一点，搓一点。 OK， 好。太傅。 你成大花猫了，薇薇啊，你笑什么呢？ 你手真巧，那你呀多包点馅儿啊，多吃点晚上。听粥，听粥，听粥吃。 吃个年夜饭吧。你在听吗？我能进去吗？唉，算了吧。走吧。新年快乐！
和乔乔祝你们新的一年里天天开心。嗯，祝爸妈长命百岁，身体健康。谢谢谢谢。爸，你别喝这么快呀。哎呀，今天高兴吗？再说你还不知道你爸的酒量吗？没问题的，啊！哎呀，好了，别光喝酒了，哎，多吃点菜。这些菜啊，是你爸爸特意下厨为你们做的。对对对对对，哎，我特别隆重推出啊，这鱼是我跟酒店的大厨学了好几天才学会的。哎，尝尝味道怎么样？尝尝。嗯。好吃。不管我。嗯，女大不中留啊。